小伙伴们，咱们来这里买一只专门吃草的羊。把这个排骨这些，对，排骨还有这个骨，大锅满满的炖一锅，大锅炖一锅啊。哇，我们现在开始穿羊肉串了，然后师傅们还在做雕工。就我们四个人开始穿吧，不会大。现在我们要给这个炉子点火了。软装不行吧，这个好像要浇点汽油吧。没有，就这样能着吗？着不了。那个火机那个厉害了，你居然想这样给它点着。那要点到后天晚上去，我只要着了就会全部引着。着不了。你要把它先点好。你这脑子比小白还一根筋啊。居然酒精快。没有，浇一点汽油，柴火还有汽油，一定会一下子就着了。不，这个干草管用，我觉得这个干草也管用。我直接把它架在里面了，着了，着很慢。我看一下，还有啥菜，还有啥凉菜？这个是认识的呢。这些都要做吗？土豆不用忙吗？拌几个凉菜嘛。嗯。是不是？你烧烤肯定慢了，你先。我再去买点鸡爪。嗯。不用了。还有啥？我再买点鸡爪嘛。还有啥？这个帅哥的洗车店。然后现在已经烤上了。新疆羊串。你知道吗？羊肉串。这是从贵州带来的，阿勇从贵州带来的辣椒面，看上去太好吃了，孜然，一会儿还有这么多素菜，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小朋友从家里带来的包子，这是他们买的啤酒，夺命大无数，然后各种水果，然后买的鸭脖子、无骨鸡爪，两个口味的无骨鸡爪，还有糖蒜。自己做的包子啊，这个包子挺好吃的。我吃个包子，加个糖蒜。好吃吧？甜的感觉肥了，肥冤枉。干一个！来，我的饮料。我凑个热闹。来干！干干干干干！你能喝完，我陪你来。他们阿勇撒这个东西。哎呀！兄弟，这个羊肉烤的真地道。人家以前是开烧烤店的，后来受了情伤，然后把烧烤店关了，然后过来。来戈壁滩捡鱼。Hello， 我是阿宁姐的助理文文，来自甘肃。阿勇，我是阿宁的粉丝，我来自贵州毕节。来，我来自新疆，是阿宁的隔壁。隔壁老王。隔壁老王，老王不能说。你。我来自山西，隔壁五金店的。我去，我老乡。同上，阿宁的老乡。我来自河南，跟着阿宁讲十多来。我以为是我们跟着你好吗？我们一大群人跟着你。这位是塔什萨伊河捡鱼的前辈啊，真的。我是来自湖南益阳的。来你。我。我。我是河南人。然后呢？来自漯河，河南漯河。你是这边干啥的吗？哎呦，我这边，来干了。现在在群里。人家文文是阿宁的助理，你是阿宁的啥？我是阿宁的。基金啊，保镖。保镖，宝贝儿。我说阿宁的小宝贝儿。二毛。Hello， 兄弟们好，我是二毛。来自哪里？我是来自重庆。
那这边干啥子呢？捡石头，捡鱼啊！哎，我今天的鱼，老婆拿出来。就是看一下我今天的收获，不错的，好的，好的很，看看。嗯。哦，唠叨的很，我告诉你们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老师看一下这片。我去，这个漂亮吧？漂亮啊！哦，我告诉你们，只要在沙漠里面，我告诉我连渣渣都捡了。哇，这么小的你都捡？哎呦呦呦，掉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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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掉到这里面捡。没事没事。完了，你不要了不要了，你的一个亿没了。没事没事，不存在。你看一下，两块最好的没掉。嗯，这个是托帕。嗯，对对对，哇，你连最小的这么小的你都捡回来，你看，弱枪李二刀以后，对，弱枪李二刀，那李那边是李一刀，以后你就李二刀了，可以可以啊，来自河南南阳，雕刻师傅，知道吧？阿莹的雕刻师傅，那请问这位是谁？我老婆啊，我老婆，哦，是你的小宝贝儿是吧？来，这位师傅，这师傅害羞。这也都是过来做雕刻的。嗯嗯，也是在安宁手底下做活，特别细。别说安宁手底下，安宁的师傅就行了。就是安宁的师傅。嗯嗯，这样说话就对了。来，咱们那位师傅，来。师傅在那。别了我。这师傅害羞。然后又是你代替说吧，那个师傅害羞的不行。一样。和这个朋友是一样的，都是过来做雕刻的。嗯，工特别细。小伙伴们，我特别喜欢就是就是一群朋友在一起，其乐融融的，就是很温馨很温暖。好了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。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，拜拜。